忠职守，尽忠职守，遵守法律，遵守法律。九七年前，公务员队伍备受赞誉。回归之后，当官的经常被市民问责，政令难以推行。宣誓人陈方安生。在立法会，政府冇一把声噶嘛，咁下下都要去讨好政党，咁政党有利就埋堆，冇利咧就一拍两散。第二届政府嘅主要官员新任命嘅公布，标志着主要官员问责制嘅建立，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施政进入一个新嘅阶段。自从实施高官问责制以来，一直被誉为香港公务员天之骄子的政务官，五年间有98个因为退休或者中途离职而离开政府。在一个未有得到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自己去委任一班高官，咁問責究竟係向邊個問責呢？係向市民啦，係向立法會啊，亦或係向行政長官問責？公務員嘅平穩過渡係中英兩國喺討論香港前途問題嘅時候經常強調嘅方向。向呢個中國政府嗰方面就反映我哋嘅憂慮，反映我哋嘅心聲。九七前，公務員最擔心嘅係點樣磨合中港兩地唔同嘅文化同埋政治制度。他们怎么都想不到，回归后面对最大的冲击原来是来自特区政府自己改变的管治模式。我觉得政务官目前的士气都是较为低落，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前途是不明朗。陈方安生在39年的公务员生涯当中，她是第一位女政务官担任部门首长，回归前更加成为第一位华人布政司公务员之首。九七回归，陈太顺利过渡成为政务司司长。我的愿意是希望陈太可以留任到2002年的6月。她向我提出希望提早退休的时候，2001年1月，他选择退休离开政府。第二年，特首就推出高官问责制。高官问责制，如果你话原则上，当然大家都接受，亦都系一件好事。但我觉得喺实行嗰方面咧，董生咧系冇谂通谂透，究竟呢一个制度咧应该系点样去实施？在那個政治任命局長那方面，以及在常備啊，以及其他公務員那方面，那個關係是沒有打好。特別是呢，怎樣去促進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合作。那缺乏信任，缺乏合作，市民在工作那方面又怎會順利呢？黃楚峰2002年加拿大大学毕业之后就回来香港加入政府做政务官。他做过民政署，之后再调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自己当初可能毕业之前有个即系学生咁样谂法，希望入政府，即系唔好话服务大众去到咁伟大啦，希望可以帮到人。政务官一向被视为官场精英，每一个都系经过严格挑选先至入到政府。不过，黄楚峰只系做咗3年，就意兴阑珊，选择辞职。狗仔底我做过嘅，狗仔基本就箍票嘅时候咯，就系重要重要法案而好多时翻狗票嘅时候咯。民政事务局局长不鼓励赌博，
而規範足球博彩亦係為咗貫徹執行呢一個政策。我記得我參與嗰陣時就係2003年七月初，即係遊行之後啱啱過賭波法。我哋都知道，就係守門口咯，所有路口、所有梯咁去睇住，即係當初應承咗個支持法案嘅議員喺咪度，確保要投票嘅時候，我哋知佢哋喺曬邊度。我記得那次都很深刻，就是因為就係都係嗰同一晚晚上，就係有很多人即係去圍住立法會抗議。反對有方。有個很深刻的就係諗法，就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嚇？咁即係政府發生過啲咩事咧？即係自己即係作為即係一份子啊，公務員一份子。初初董生實行呢個高官問責制，就話日後咧有關要去立法會解話啊、呼票啊等等咧，都係由局長嗰度做。但大家見到咧，事實上咧個情況唔係咁，好多時咧局長冇去，常秘要去。離開政府之後，黃楚峰加入一個民間智庫，除咗做政策研究之外，仲兼顧地區工作。他說做政務官三年，看到的是政策的制定根本很多時候是由上而下，早已經拍板決定。我正在想出來了，一個政治決定要這樣做，你就要寫回個原因，為什麼這樣做呢？我們自己在裡面做的有眼看的嘛， 你自己都知道真正的理由是什麼、但可能高層會不會跟你說呢？始終個局長和公務員是有個分別喺度，咁局長定一個策略，就唔會未必個個都會開心見成咁同啲下屬講話，係純粹咁啫，啊咁嘅樣。咁但係你自己，但係自己大家都係明眼人，心知肚明啦。有一樣我自己好深刻嘅，咁回顧三年，自己諗翻我做過民政處，又做地區，做過老人服務，又做過綜援服務。咁我自己睇翻我做嘅嘢，有幾多真係幫到人嘅咧？有幾多你係？煩到人，或者係令人哋個生活可能更加難過咧咁。以前咧，就算係低級嘅官員，都有個機會咧係直言進谏，因為低級嘅官員係最貼切市民對佢哋嘅需求咧係最了解嘅。咁以往咧可以傳達佢哋嘅意見，幫助釐定比較好嘅政策。因為如果在局長的層面不能夠掌握最好的資料，市民又怎麼可以釐定好的政策呢？過多幾年後，條例通過之後，你們踏入社會工作，看回我們留下的條例，你會相信葉局長是沒有騙你們的，放長雙眼看吧，各位。葉劉淑儀，前任保安局局長，做了政務官28年，他是高官問責制底下第一屆的政治任命官員，多數人是支持立法的。50萬個群眾不是少數，是大多數。不過他因為硬燒基本法23條立法，觸發50萬人上街抗議而辭職。當時我職責就是盡量可以要推銷這個條例，希望通過，這個是我責任的目標。如果一個人拎一些議題出嚟，即係軟手軟腳咁，好似銷售税啦嚇，忽然之間撤回，市民又會話：喂，你玩啊你？你開玩笑啊嚇？做兩做又抽回咁。如果係得唔到足夠支持通過，你軟又通唔過，硬又通唔過。我本人就唔係受害者嚟嘅，因為我喺未有來遊行之前，我自己都決定離去。的而且確，我2002年都要考試想入學噶，我自己係厭倦想離開嘅嚇。咁但高官問責就係一個不幸嘅地方咧，就係個名咧就俾人以為係責難制，仲係針對個人，仲係針對某一層次嘅官員，好似其他人就唔關事咁樣。立法嘅關注，覺得基本上出自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嘅行政長官嗰個認受性係有限，因為唔係有。全部市民一人一票普選出嚟，立法會咧
而只有30席咧係普選出嚟嘅。咁變咗好大程度上啦，立法會嘅認受性仲高過行政長官嘅認受性。公務員內部嘅分化啊，即係管理層同埋前線員工嘅分化，中層同上層嘅分化咁。咁即係好多新嘅變數新嘅分化因素出現咗，所以變咗咧，即係話你要用翻舊有體制，一方面你維持唔到舊有體制，就算維持到咧，都配合唔到新環境。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那個政治制度。即撇開話普選呢個問題咧，整體嘅政治制度係唔變唔得嘅。我打算喺盡量減少改動範圍嘅前提之下，將目前嘅11個嘅政策局增加至12個。特首曾蔭權上個月宣布重組政府管治架構，由原來3司11局變成3司12局，目的係要釐清司局之間嘅權責，同改善各政策局之間嘅職能分工。咁喺一個部長制底下咧，那個直線嘅限制係多過以前啊。咁因為可能亦都係你每個部長要為自己嘅事情負責，係嘛？咁所以好緊張咧，佢就搞掂自己嗰啲。那個範疇先，但係有陣時候你除了搞掂自己嘅範疇，你整個政府係一個機構嚟噶嘛，你嗰個橫切面嘅配合咧都好緊要噶嘛。方志偉，香港總商會行政總裁，大半年前佢仲係駐東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係資深嘅政務官，身處官場20多年，佢深深體會到政務官嘅工作今非昔比。可供發揮的空間愈嚟愈窄。以前就3司11局，啊，依家咧就12個局，再加埋啲副部長同埋啲部長長咧，以前咧可能係10多人之間要統籌，依家係50人要統籌。咁點樣喺一個擴大咗個基礎底下，去做到即係話大家個團隊去同心咁樣去處理嗰啲政府嘅事務，同埋同立法局嘅。配合同市民嘅配合，那個問題咧變得更加複雜。咁你而家冇既定嘅程序啊，有陣時，所以有陣時你見到咧啲政策出嚟咧，似乎未經過深思熟慮，啊，咁就推出嚟啦。咁如果傳媒或者係市民哇然一嘈咧，政府又立即收回，咁呢個對政府嗰個公信力啊，係咪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咧？入行嘅時候咧。好多我哋都會即係期待嚇，即係自己係做部長啦啊。咁即係當時我哋叫秘書長啦。咁其實部長同秘書長咧係兩個唔同嘅角色啦。啊，秘書長咧就主要係一個行政啊，而呢個部長係一個政治方面多啲。咁以前咧呢兩個角色都喺政務官裏邊標青嘅，而家根本標青嘅，尤其見到公務員裏邊而家咁難做，下下又唔知道將來晉升嘅機會嚇，又冇喺度，咁啊情願出嚟私營機構做。第二日如果有意從政嘅，下下都可以翻翻去嘅。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嘅政府嚇係好難做嘅，又要面對市民，又要面對傳媒，又要面對立法會。今日會議嘅目的咧，聽取各界人士同埋團體有關。行政長官同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同埋時間表嘅意見。上兩個禮拜，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就政制發展邀約團體發表意見，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係其中一個代表，而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只係派代表出席。不過亦都要同時代表佢向各位致歉。啊！當時好多你嘅下屬中嘅下屬咧，都未夠班去幫你玩 keep 嗰啲人咧，就話即係你提啲意見唔得。咁究竟你覺得佢哋時光逆轉，陳太喺立法會上面對嘅係昔日嘅下屬。係應該由特首同埋特區政府咧嚟到去帶領香港依個社會咧嚟到去討論嚟到去處理依個問題。市民越嚟越覺得咧，呢個政府咧係唔聽我哋啊！口就講話，以民為本嚇，會諮詢，但係咧下下做出嚟嘅嘢咧就係相反嘅。呢日一早，葉劉淑儀、黃楚峰同一班致富嘅同事
来到湾仔这条天桥派选民登记表，为参加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和出年立法会选举做热身。叫我的仔女支持，好好好，你拿几张先生登记做选民。人来人往，经过的很多都是在附近政府大楼翻工的公务员。我都是看报章咋，即系睇到话特首话最好有啲高层啲嘅政务官出去，譬如喺啲半政府机构挂下职啊，咁跟住出去做立法会议员啦。咁但系问题咧，对政务官选择就系你越高级越唔想离开，离开困难越大，因为待遇有翻上下，个个都稳定噶啦。如果你嘅待遇越好咧，有屋啊各样咧，你越唔想出去冒风险啦。因為出嚟搞政治係冇風險噶嘛，你估你選舉實選到㗎？大家都覺得係冇一條好明確發展嘅路，咁好多可能係現職區議員好多而家廿零歲都選到㗎啦，咁嗱跟住又點咧？嚇，去立法會到跳到立法會啦，好似好遙遠嘅路嚇，中間好大嘅空隙喺度，咁要委任入去做政府，咁又唔知道有幾多人入到去喎，個情況又係點又唔知喎。咁參與政黨，咁政黨內部又唔係一個執政黨喎，又冇即係唔會話入呢個黨，將來想機會有執政，有機會可以即係中階層都有機會入到政府做嘢或者參政啊。咁好多係或者去入政府嘅諮詢架構，咁又冇一個好明確嘅條路話我應該入呢一類嘅架構先，跟住一路咁升上去，又係冇咁嘅制度喺度噶嘛。咁係好多係好迷茫嘅。一方面又好似你要政治中立，另一方面你又可能會政治性，咁嘅時候咧就對政務官本身嘅發展，我覺得唔係好事啊。所以長遠嚟講，你一定要諗通，制度上要諗通就係咧嗰個政治任命嘅官員，佢嗰條路係點樣走啊？有志從政嘅年青人，佢點入呢條路？高官問責制實施四年之後，舊年政府又建議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設立政治任命的副局長和助理局長去分擔主要官員的政治工作。一下又話而家副局長都要變成政治任命啦，咁將來係咪再會打擊政務級主任嗰方面呢？我覺得為咗提高士氣咧，喺呢一方面咧，政府係要定清楚究竟個職責喺邊度。同埋公務員同政治任命嘅局長啊，或者將來嘅副局長嘅關係究竟係點？經理，每日朝早八點，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嘅庭院都會升起國旗同區旗。辦事處喺1999年根據基本法成立。標誌住香港特區同中央嘅密切關係。十年嚟，中央政府一直喺經濟方面支持香港，但係喺政制層面就從不放手。在香港嘅中部崛起的過程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謝謝大家。一個人，你都唔係好多十年嘅啫，係嘛？一個城市都係啊。如果你話未來十年又好似過去嗰十年咁咧，咁香港嗰個空間就好細。兩個禮拜前，喺特首曾蔭權親自遊說下，政府先至喺立法會公務小組得到足夠票數。同意撥款先清拆後安置被列為一級文物的皇后碼頭。不過反對的團體、政黨和政府之間的爭拗預計仍然會持續下去。有學者認為特區政府要提高認受性，徹底解決施政問題，盡快推行普選似乎是唯一的方法，否則政府面對在立法會內沒有票的現實，要推行政策仍然都會舉步維艱。究竟過去十年為何香港這麼搖擺不定呢？為何民情有時大上大落都很重要的？
咁同埋咧就係點解個政府同民眾關係始終係未能夠做到所謂政通人和咧？咁有啲係體制性問題咧，一定要體制性定解決嚇。咁普選問題我都同意就係咧，都係要有個徹底性解決。面對一國嘅現實就係咧，一國而家係一黨專政嚇。你要接受呢一方面嚇。咁你亦都要接受喺某啲事情上咧，個權唔係喺特區政府度，係喺中央。咁同中央政府嚟講，亦都唔可能以一種拖延嘅態度，即係唔可能話啊，目前未必有條件啊，等有條件先啦咁。即係咁樣就變咗咧，整個社會仍然喺度觀望啊，仍然喺度去爭持咧。咁對香港凝聚共識、凝聚嗰個處理好多問題嘅精力咧，係不利嘅。跟住炳系中国奥运精英大检阅，之后系东张西望。